当季进入游戏主播这个行业，应该是机缘巧合，应该是命中注定。伊出世伫贵州西南农村的家庭，自细汉就爱拍电子，游戏的天赋真高，甲大多数的人相款，做囡仔时经常偷偷去网吧拍游戏，被爸母抓到，肯定也上命啊臭头啦。他小时候就很喜欢打游戏，这个我们大人嘛，一天都不在家，反正晚上回来他都是在游戏室里面，叫他回来嘛，还说他爸爸你来打一顿。2016年，伊咧佚佗一款叫做《守望先锋》的游戏，迄一年的寒天，伊开直播间啊，所以甲家己起了第一简单直接的主播名。当季，当季的直播一开始并无顺利，毕竟住伫个这个行业内面，大家拢熟悉的主播毕竟是真少。唯一支持伊播落去的，竟然是半年来的第一条弹幕。那他发的第一个弹幕就是哈哈哈，你好搞笑。对，就从那个弹幕开始，我对自己有了信心，然后做到了现在。